因为先生蛮喜欢钓鱼的，所以很适合一些钓友过来这边。我会带他们去看点啊，那有些设备这里是都有提供的，还有我们房间备有一些电脑，高阶的选单都可以让游客一起来玩，因为我们这边夜间活动比较不多。然后还有我们民宿靠近猫公石海岸，可以带一些耍水，可以捡一些像头螺啊，还是竹螺啊，一些海螺的话也可以带回来民宿这里煮。那你晚上你就可以自己挖的海鲜可以吃。我们是小金门民宿，欢迎大家来烈屿玩。